孩子，快点醒过来吧，快点醒！你爹已经全力在救你了，可是你自己也要努力，别睡了，啊，孩子，快睁开眼，看看奶奶，快，赶快醒过来，快醒，快点醒过来，乖孩子，快点醒过来。为什么蔷薇到现在还昏迷不醒？再这样下去，她会不会就永远醒不过来了？还好脑袋没问题，还有救！不许你碰我女儿！不许碰我的女儿！谷大夫，您先让大爷救蔷薇吧。说不定忍冬他们有办法可以治好蔷薇，可是谷大夫偏偏又这么固执，不让他帮忙。这现在到底该如何是好啊？